4月27号凌晨，港媒爆料，40岁章子怡已经怀上第二胎了。报道指出，章子怡为了养胎，已经暂停了大部分工作。下个月出席法国康城电影节后，章子怡将全面休息。据悉，有知情人向传媒透露，指章子怡和汪峰已经造人成功，第二胎有可能是儿子。由于章子怡已经属于高龄产妇了，自然不容有失。接下来工作上可能会全面暂停。有爆料指出，章子怡已经订好了月子中心，做好了生产的准备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